我心目中的花生酱天花板，你们可以一定要试一试。不到一杯奶茶钱就可以带走2罐，一罐里面有200克，配料表干干净净，只有花生，还是带颗粒的那种。海盐味的就加了点海盐，早上用来磨吐司，中午用来拌面，晚上用来当火锅酱料，那味道绝绝子。